别哭了，哭多了会变丑的。还要过多久，心才不会痛？时间不是良药，它不能治愈你的痛，但可以让你的心渐渐麻木。过段时间就好了。今天又是努力挣钱的一天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欢迎光临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想跟叶千羽谈谈。我们家千羽跟你有什么好谈的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你们需要钱，我想跟你谈谈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第一，你不许和任何人说你和单俊浩之间的事情。第二，永远不要出现在单俊浩的面前。原来同浩这么值钱，你接不接受？是同浩让你来的吗？同浩只是你编出来的，你利用他的失意操纵他的情感，这样的真心就是一种欺骗。不过他现在已经恢复记忆了，不会再被你骗了。我没有骗他，他在关美渔村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。单俊浩是 Sunwell 的总经理，但你却把他藏了起来，隐瞒了他的行踪，你让他的父亲气急身亡，你让Sunwell陷入动荡。因为你的自私，让他失去了这一切。难道你不应该为这样的后果负责任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同浩就是单俊浩。可是他在这里是快乐的，他觉得这次失忆让他看到了不同的风景，体验到了不同的人生。你们为什么要否定他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呢？因为你跟他的爱是偷来的，所以你应该把他还回去。怎么还？忘记。反正他已经忘了，你也忘了。他忘了？对，有关关美所有的记忆他都已经没有了。
拿着你的支票走，你别来烦我们，叫你走啊。我们千羽不认识什么单俊浩，你以后也别在我面前提到这个名字，走啊走啊，你走啊走。叶千羽，别忘了我说的两个条件。OK 了，这是你们的钥匙。好的，谢谢。二位这边请。嗯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有预定吗？没有，我不是来住宿的。这是我的名片。总经理助理。嗯。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？上次拆迁关美客栈的时候你也在现场对不对？啊，我只是奉命行事。那你是同浩的助理？同浩是谁？同浩就是单俊浩啊，单俊浩不就是你们的总经理吗？啊，对对，我是总经理助理。同浩呢？他跟你一起来的吗？同浩啊，同浩回来了。同浩回来了。哎，同浩回来了。同浩回来了。哎，你是谁啊？他是同浩的助理。哦，我就知道同浩一定会回来看我们的。哎，同浩呢？他没来，不过他派我过来看你们。哦，他是不是很忙啊？对，单总刚回公司，好多事情等着他处理呢。哦，他忙。你们为什么叫他同浩啊？是千羽给他起的名字啊。同浩和叶千羽很熟吗？当然熟悉啊，他们在恋爱呢。真的吗？啊，对呀，你不知道啊？哎呀，他是同浩的助理，我们不要让他站着说话，我们去那边坐着说嘛。来来来，坐。行行行，坐。阿生，你去倒杯水。好。不用了不用了，特别感谢你们之前照顾单总。你别这么说，其实啊，都是他一直在照顾我们。对对对，多亏了单总，你看我们关美客栈才能有今天这么多客人，对不对？他在客栈都做了什么？同浩做的可多了，你听我慢慢给你讲啊。他大到酒店管理，小到物件摆放，我们整个关美客栈里里外外他都改造过了。对对对，他教我们铺最平整的床单，然后教我们弄最舒服的抱枕，还有可多可多了。他还教会我怎么给客人按不同的口味做不同的早餐、午餐、晚餐。他还教我成为最美的前台，如何用最美的微笑服务每一位客人。你本来就挺漂亮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帮我们拯救了我们关美渔村，成为了我们的 hero。hero， 英雄。hero。哦，对对对，前段时间白海豚的事也是同浩帮助我们的。对对对对对。